接下来给大家喊一首历史课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小手，然后你再弹个弹个唱。昨天到底论古今，麦子也需要更新。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谈历史课。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。吕布威风早了魔，勾结王允杀董卓。商王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。杀敌长将已无数，那么商鹰无法挡他路。要闻商鹰哪几位？关羽、张飞和刘备。商量称兄又到地，铸就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。赵云也把他辅佐，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雷战鼓。农民起义抢国土，那么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孝义的黑山狼。策略指挥能力强，那么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。人送外号叫行者，要为兄弟把命舍。梁山好汉战方腊，敌众我管不惧怕。青石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了沙滩上。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们歪唱。陆云龙公孙胜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。 小李广是花龙，当功比赛的汤成雄。母夜叉那么孙二娘，就爱欺负了喜羊羊。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。花和尚那么鲁智深，带着量子开大奔。杨羊罗他们云小七，成天成宿打飞机。小旋风是蔡庆，坐着地铁玩微信。这个屌丝真淡定，那么青龙白虎身上印。毒火仙他们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。矮脚虎是王英，难得居然来月经。铺天雕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随时都能要他命。神火见了未定国，为了金钱养全裸。跳涧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。九尾龟陶宗旺，身宽体阔非常棒，随时随地把屁棒，一浪高过另一浪。以上全部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都喜欢，每天我都来小一篇。炸炸昨天很受伤，了解了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太嚣张，再来惹我就开枪。昨天碰上了丢了魂，带上拯救了去捞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，跪下叫我炸大人。谁要再敢欺负他，鬼就把谁带回家。谁在公屏把花杀，我们助谁把财发。这样的一首历史课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哦。感谢收听，谢谢。